怎么了？没事，那个，这家里有点热呀。哦，对，我空调忘开了，我去开。我热啊，吗？我开开我知道，我开空调，开空调，开空调，这是忘了它，空调打开啊。你渴不渴？还有点饿，你等等着，我去找一下东西啊。在家里没啥吃的呀，它只有水果啊，还是没有充分的准备好呀。你看电视啊？你不会开吧？我来，那个，要不你先去把澡洗一下。洗澡。啊，你不是有点……我是有点热，啊哈，是有点热，但嗯，是天还没黑，这么着急洗澡干嘛？谁说天没黑就不能洗澡吗？你洗完澡了，是不是咱俩就能一起一起什么？一起吹空调，然后那个一起享受呗，啊，不是，那个享用，那我去洗了，啊，那我去洗了，嗯，去，你别跟着我呀，啊，你不许偷看啊，偷看，必须偷看，必须啊，过来，不是这边吗？喊谁呢？又咋了？让我进去啊？你这次想好了啊？我这大小伙今天再不进去就太不爷们儿了。我进来了啊！你是洗澡了不？啊？你把衣服给我拿下，就让我来拿衣服啊？然后你家那个浴巾跟沐浴露啥的没有，在哪放？给我拿一下。不是，我让你洗澡，你你走。洗澡不就用的吗？我让你洗这个澡，你不是有点饿了吗？你跑这里来干嘛？啊？你咋了？洗吃的澡啊。啊，对呀，大冬枣吗？又解热又解渴。要到这里来洗吗？洗澡啊，洗吃的澡啊！啊？啊，对呀。你洗吧，你洗吧，啊？你洗吧，你洗吧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误会我这了故意的，啊？来，起啊，我给你洗澡啊！哎，看看你啊，你洗澡去，我要吃早饭。啊啊，我给你洗啊！哎呀，真有意思。